哎，hey, 我在案发现场，担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有关注过我们 IG 的就知道呢。先前预告说要已经谈好一个 p a d c a s t e r 的合作案，让大家猜猜看呢。丰德要跟哪一个 p o k c a s t e r 合作？大家答案呢蛮有趣的啦，有人猜高大成，有人猜侯友谊。 我就是感觉这两个来宾呢，都会撞出一些不错的火花哦、喔。不过这两个都不是 p a r k e s t e r 啊不，不要乱不要乱猜好不好？那还有一些粉丝呢，是几乎都猜是什么阿善师啊，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知名的犯罪实录的 p a r k e s t e、啊、r 哦。那想想也蛮合理的，因为要谈到真实犯罪 p a r k e s t e r 一定会想到就是非常老牌，而且更新要两年的这个阿善师的真实实录，因为案发现场、建设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过往我们的节目确实没有谈过。 见识的东西，我没有请过见任何见识来我们节目过，那感觉阿善师来也是合情合理啦。不过有那么容易就能被你们猜到吗？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就真的被你们猜到，就是台湾这些专家阿善师谢宗山，阿善,阿善好，大家好，方的好，<laughs>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好来到我在案发现场，好，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个机会。那阿善是我们其实过往没有请过见识来我们节目谈过，你可以先帮我们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 呃，建设的工作跟职责还有重要性在哪边吗？呃，建设简单讲哈，其实建设跟侦查是像火车的双轨一样。嗯，火车你如果少一个轨道，火车会怎么样？会翻车啊。车啊，嗯。那侦查少不了监视，对，监视也少不了侦查。嗯。那简单讲就是说，你侦查是怀疑某一个人，对。那当然了，侦查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像啊等等。那建设主要重点是在现场。 物证的物证的部分，现场怎么样去收证？嗯、哦，当然也包含影像的分析啊、鉴定啊等等，通通都包含在建证的部分。所以呢，你怀疑某个人，我来证明他。哦，然后呢，然后你抓到这个人之后，对不对？然后你的讯问啊等等，有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要以现场的物证为基础，就像玩玩那个扑克牌的王牌一样。嗯、你们就是王牌吗？这物证是王牌，物证是王牌，他<对>、啊、躲不掉。 就是，譬如说，你有没有到过现场？嗯，他说我没有到过现场。嗯，你的指纹在这个地方，你还没到过现场，这个就是网牌，赖不赖不掉的，就是物证。所以呢，侦查跟鉴识是蛮微妙那那当然，鉴识简单讲，所有的自然科学对都可以拿来当做鉴识，像桥梁倒塌了，嗯，桥梁倒塌，像我们后方大桥曾经断过，嗯，有六个人在桥上崩掉下去了，怎是不是行啊？是他们身亡了吗？当然身亡了，尸骨无存嘞。 台风的时候啊，那是不是是一个刑案？对、嗯，它是一个刑案啊，那牵扯到就是工程、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这个又跟什么力学什么？对，当然都有关了、啊。那警察不是万能的、啊，所以呢，这个科学检察官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就要请教这个水利工程的，请教呢建筑结构的技师等等。哎，这个为什么桥会断？这也就在这个时候，它断，这也是属于建设。当然，当然，所以任何自然科学可以应用到办案的。 是，那办案里面也有包含被毒死的了，嗯，好像那个呃，像之前那个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对，沙林毒气造成一些，对不对？这些呃，就是坐地铁的人，然后呢死亡，而且五个车站倒了六千人呢、啊，那是不是是不是刑案？也是一个刑案呢？刑案牵扯到什么？很特殊的毒气，嗯，毒物，那毒毒物学，那毒物学里面。嗯嗯 当然，警察有时候不是万能啊。他有时候他用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化学战机。嗯哼，所以这也叫监视啊。嗯，所以日本当时也搞不清，因为从来没发生过啊。对，突然来的怎么一下子倒那么多人？以为全死了。后来倒了六千人，死了十三个人。哦，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这种状况？是沙林。后来才惊觉到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化学战机。嗯，这个也叫监视啊。监视警察不是万能，这个又牵扯到。 可能军方的那种化学战绩的研究，对这一部分，它也叫监视。好，那今天阿善师来，其实是，嗯，我们透过呃，算是三个案子，对，总共有三个案子来让大家了解，呃，可能监视的一些眼睛。因为监视科技也一直不断在进步嘛，是对。那包含监视人员的心态，监视人员可能的素养，也都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案子。 今天第一个案子，如果不是阿三师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谈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太太大大了，大了而且呃，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嗯、我觉得他呃太恐怖了。就是我们、哦、我会担心讲错，或者是担心我们的角度不对，会导致可能会有所偏颇。对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立场，所以都那么大的案子，越复杂的案子，或者是越牵扯到可能。 有是非对错的东西，特特特别模糊的时候，其实大家反而不不太敢做，哦、对，所以我原本是我不太敢做谈这个案子，但是是因为跟阿三是聊到的时候，我们才决定要去谈这个案子。那今天呢，其实光是资料整理就让我蛮头痛的，对，就是资料很多，对，资<對>料非常多，<對 S 1> 就是你要我根本没有看，呃，我能看完的我都看完了，那其实还有很多我没看的资料，对，那。 呃，包只包含纪录片呢，我就看了快三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些包含里面的各种判决书，就是更不用说。那呃，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呢，其实有非常迷雾，非常多迷雾，人让人让人家看不透了。但我们今天聊这个案子，是以见识的角度来切入，对，那。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希望说邀请到案件的当事人或相关的人来我们节目里面去细谈后面的东西。哦<是>，那也如果听众们对于听完案情之后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的话呢，呃，在最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大家都可以来自己去查询这样子。但我们今天谈的案子也会尽量去还原事实，对，但可能没有办法还原到那么多，对，我们就尽量啦。<對> OK，好，那我们这呃整个系列呢，我们其实是以。 呃，性侵见事的眼进，哦，用三个案子来谈，好、哦哦，那我们就用来谈第一个案子吧。案件的开始呢，是在清晨七点呢，台北县汐止镇一个平静的公寓大楼里面传出的尖叫声，也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一年的故事。那案件的开始是怎么样呢？阿善是这个案子呢，就是呃，在。 一九九一年，对，哦，就是民国八十年呢，嗯、大概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嗯，然后呢，在呃新北市，就是以前的台北县，对，戏子长江街，嗯，信子长江街就一个老的公寓，突然呢就发生了一个一个就是呃发生了一个刑案，嗯、然后呢也有尖叫声，不尖叫声呢是发现的，是，而不是在当时呢案发的时候，哦，的一个尖叫，哦、发现了一个刑案的那个尖叫声，对。 发发现了哦，就是呃，因为当时呢，所有的住户在案发的当时都没有听到任何吵吵架、什么喊叫的声音。嗯，结果呢，发现的是呃，他的那个大女儿，嗯，大女儿呢早上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上学啊，对，早上起来以后呢，诶，要找妈妈，找不到妈妈呢，妈妈呢，结果呢，后来去推主卧房，发现呢，主卧房反锁，嗯，但是呢，那个。 底下门缝的地方呢，有一点血，嗯，然后呢门打不开，有一点血，他吓到了，嗯，然后赶快呢打给哦住在附近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吴明汉的大嫂，嗯，打给大嫂呢，然后他们过来看，把门合力呢把门撞开以后，跟那个就是还有吴明汉的哥哥也来了，对，啊他的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啊那个吴明汉的大嫂也来了，合力把门撞开以后。<是 S 2> 才发现到惨状，里面那个惨状里面就是呢，吴明翰他是趴在那个门后面，嗯，门后面，然后呢，那个吴明翰的太太呢，就是妈妈呢，叶云兰是是趴在那个床铺的旁边，里面全部都是血。嗯、可是好，我们要聊这个案子，是因为阿善师身为一个见士，但是就我所了解，阿善师，你是在都在台北市服务嘛？对，对。可是这个案子是属于那时候的台北县的这种辖区。 的不同其实是分得的蛮严的，对，像我们 <沒錯 S 1> 我们记者会分线一样，你们也会分线啊，<對 S 1> 你们有也有辖区 <laughs> <沒有 S 1> 制啊，那你们怎么会去当时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台北线的案子呢？虽然很大，因为当时呢，我做这个建设工作做了有一段时间，嗯，所以呢也累积了一些经验，等于是小有成就跟小有名气，嗯，然后呢那时候呢这个案子，因为呢他在法庭上，他当时。 案发之后，他严格严荡了好多年，对，就在诉讼，因为诉讼呢，他的证据不足，嗯，所以呢，就变成说一下子判有罪，一下子判无罪，一下有罪无罪，就像钟摆一样，嗯，在那边摆荡，有罪无罪，生死有罪无罪，就这样子。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现场处理啊、收证啊等等这方面哈的一些。 问题，嗯，不过我们现在呢，不能用现在的高标准去批判过往当时过往的做法，这个我觉得不公平。对，但是这个案子呢，因为延宕了大概有十几年了，嗯，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那後,后来这个案子变成是一个棘手的一个案件，嗯哼，像一个泥沼，像一个火坑一样，进去就陷住了，就陷住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我要支持他是有罪还是无罪，认定他们哦是。 就是到底是要生跟死等的，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的很多是一个专业见识的东西。对，可是呢，因为这个案子呢，在当时呢，可能就是整个收证啊、侦查方面哈，在那时候的氛围，嗯，跟那时候的水准，就大概是做到这样子。嗯，所以呢，这个案子就一直一直在审判的时候就就这样的摆荡的。好，那后来这个案子呢，真的到到呃最高院的时候呢，法官也头大了。 嗯,嗯，后来呢，就想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再请专家再来看一下？好，再请专家看一下呢。当然呢，那时候专家国内的专家就数得出来嘛，调查局啊、刑事局啊、哦、警大啊、各县市警察局啊等等。所以呢，那时候呢，探寻知道吧？每一个单位是不是可以独立来鉴定这个案子？嗯哼，你想这种你找一个火跟谁愿意接 <你 S 2> 啊？怎么还真的有人愿意接吗？啊嗯、<哼 S 2> 不是，是逼的没有办法。 没有人愿意接，之后有人出来接，有人出来接，为什么出来接呢？我在想，也是透过高层的这种、这种、这种协调了，讲好了，一定要有人出来。后来就有哪一个单位最适合呢？谁？就是法务部底下的单位。是哪一个单位？法研法医研究所。所以呢，那时候呢，探寻。 知道吧？每一个单位是不是可以独立来鉴定这个案子？嗯哼，你想这种你找一个火跟谁愿意接？啊？怎么还真的有人愿意接吗？不是，是逼的没有办法，没有人愿意接。之后有人出来接，有人出来接，为什么出来接呢？嗯，我在想，也是透过高层的这种、这种、这种协调了，讲 <laughs> 好了，一定要有人出来。对，后来就有哪一个单位最适合呢？谁<誰>？就是法务部底下的单位。 是哪一个单位？法医研究所。法医研究所，他来接，他也是不想接啊。可是后来就透过高层哦，因为法医研究所的的那个所长呢，很多都是从主任检察官哦、检察官他们调过去了。嗯哼，就是他是法务底下的一个系统嘛，是，所以他不得不接。那接了以后呢，他们是法医的专业，那这个案子因为牵扯到很多是现场的东西，嗯，好，所以呢，他就必须哦找一些其他的专业，嗯，好来协助他。 Uh huh、那那时候呢，警察单位、法医研究所也探寻了一些专家，他们都不愿意接。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泥沼，一个火坑。可是那时候我的想法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样。你怎么了？我就想说，是不是给自己一些挑战一下？哎，接受挑战，你不愿意接，那我来试试看。因为我当时也担任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顾问。所谓顾问就是说要有相当的一些。 经验啊，背景啊，<類似 S 1> 他会再请你当顾问。嗯、对，那我是名正言顺是他们的顾问。后来呢，当然有其他顾问那他探询其他顾问，今天没有人接。 后来我说，我刚刚讲的给自己一个挑战，因为常常我觉得有时候平常这个小案子挑战性不大，找一个你找火跟我跳下去，结果呢，后来我发现我很难全身而退、啊。后来我就接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全身而退？我们后来在后面再跟大家讲下去。总之也是因为这样子，阿三师才介入整个鉴定哦。那时候呃，我是看所有的卷了，嗯，因为现场我没有去，因为不是我的辖区的案子嘛，第一时间我没有去。 可是我看我的看完卷里面，我第一个发现几个问题。好，第一个呢，那时候现场一堆人，嗯，一堆人，从检察官呐、啊、办案人员呐、勘察人员呐、啊、警察啊，通通在现场里面。其实这是违反现场呢必须要安全维护的一个概念。你说三层封锁性的那种概念，但是三层是后来才有的哦。所以呢，我在这里当然我一直强调呢，我现在没有批判的意味，是因为你用现在的高标准去谈去。 去评论啊，以前几十年前的低标准，那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意义。对，而且在当时的氛围做法就是这样。对，所以呢，现场呢，大家在里面就踩来踩去。第一个，现场破坏了。嗯哼。第二个呢，他现场的财政方面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采起来。譬如说像浴室里面，对不对？有一些毛发啦，嗯，等等那些，其实好，今天只要现场财政做得完整的话，嗯，在现场只要找到。 书案相关的人，苏建和、庄、嗯、林勋、刘炳南的一根毛，嗯，一一枚指纹就认定，一滴精液，嗯，就连起来了，嗯哼。但是问题是，王文孝指认他们，但是没有证据连接他们。为什么没有证据？因为现场。 很多是被破坏了。嗯，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现场采证呢。当然，采证那时候的做法跟现在的做法，现在比较高标准，低以前的低标准。所以呢，到最后只有采到，他们也认真采，也请了哦，刑事局的专家也来采。嗯哼，采了以后呢，当然有采到呢，这个呃，好像有采到三枚指纹。嗯，那两枚指纹呢，就是就是特征点不足。嗯哼，只有一枚指纹是血迹指纹。 哦，oh. 结果后来这血迹指纹呢，他们就是慢慢比，慢慢比，这样后面就终于比出来了。嗯，还有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尸体的问题，尸体状况怎么样？尸体的问题呢，因为刚刚讲呢，爸爸是趴在那个主卧房的门后面，对、嗯，然后呢，妈妈是趴在那个床铺的旁边，嗯，那床铺旁边呢，在验尸的时候，验尸的时候呢，他是很认真的人，但是呢，当时可能。 一些观念等等哈，没有厘清。当时呢，没有分辨是不是不同的刀，哦，只是数了刀数。就是呢，妈妈总共有呃四十二刀，嗯，爸爸呢三十七刀，而且几乎都在头部，集中在头部，对，几乎集中在头部，加起来是七十九刀。当时呢，在我们的法医的专业呢，你七十九刀是一种刀吗？一种刀代表可能一个人。 还是两种、三种刀，对，那就代表不同人，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直接一般的脸上数刀数，对啊，几刀几刀，但是是一刀吗？一种刀吗？两种刀、三种？这个如果当时有仔细去看的话，以当时的科技或者当时的见识，那只是一个专业的判定而已，判断而已。嗯，那第二个问题呢？他这个案子没有解剖，嗯，要剖开来看，那时候已经有解剖，只是解剖率不高了。大家讲说不高。 因为他觉得说死了两个呢，还要不高。但是那时候解剖基本上包含警察、检察官、法医，就是我外表可以看得出来的。为什么要解剖？因为解剖要劳师动众，嗯，要动到动用到一些法医的大佬，像杨日松博士啦，哦，方忠明教授啦等等这些，等于是说需要多一层的一个妈妈而且还需要有一些相关的经费。你解剖这些，这些需要费用嘛？所以呢，那时候的氛围。 氛围就是尽量可以不解剖，重解，不解剖，重解，然后呢，因为解剖呢需要劳师动众，嗯、对，所以这个案子没有解剖。第三个问题是，衣服穿好了，头上都是刀伤，现场有被啊、呃，因为现场发现有一些翻动的迹象，对，所以呢看起来就是窃盗吗？窃盗嘛，是不是变成、嗯、最后变成强盗嘛？嗯、然后杀人嘛？那请问你会性侵这个太太吗？ 嗯，看他衣服有没有凌乱吧。衣服穿好的，没有凌乱。哦，那听起来就还好啊，还好。对，但是后来嫌犯讲有啊，啊，可是你当时没有踩啊，这样子。那是不是事后要采？结果呢，发生一段插曲。嗯，因为呢，尸体已经买了，还给家属，没有解剖，买了。对，买了以后呢，等到好像几个月后，几个月后啊，然后呢，抓到主嫌犯，嗯，然后主嫌犯再供出其他的共犯，而且他没有讲。 我们不但从窃盗变强盗，最后变杀人，最后还轮奸。那你怎么办？轮奸，后来人已经买了，都买了，都买了，都在坟墓的地方啊，怎么办？挖出来还有用吗？对呀、啊，所以呢，那时候呢，检察官就很紧张。嗯，就想打给那个法医大佬，就是杨博士，杨志忠博士，那时候是国内的呃第一把好第一把的法医的专业专家。 后来呢？那杨博士说：“请问，呃，检察官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拜托你开棺验尸，因为埋了嘛。开棺验尸，开棺验尸你要做什么？要采下体。嗯，时间经过多久了？这个几个月了。这个就就算有采到精液，可能你烂掉了，对啊，已经没有用了，已经腐败了，嗯、因为它是属于生物急诊。嗯，所以杨博士说不用开棺验尸了。” 因为精义现在要采来不及了，嗯，所以当然我们一直讲强调不怪不怪现场勘查的做法如何，不怪法医的做法如何，其实在那时候的氛围。 就是这样做，当然你要从现在高标准来批判，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只是探讨为什么这个案子到最后会落得如此，到时候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是生是死，有罪无罪。好，那我们现场有发现一些血脚印吗？只有在那个房间里面，血脚印呢？我刚刚讲，其实后来嫌犯讲呢，他有进入之后，因为身上杀人都有血嘛，对他分别去洗澡，嗯，那洗澡以后你再怎么洗，会不会脱落一些？ 哦，像一些毛发啊之类的。嗯，第二个，你从里面一直到走到浴室，这中间是不是也要经过客厅啊？经过其他地方要脚印嘛？对，这脚印重不重要？很重要。当然啊刚刚那我刚刚也有讲呢，最主要这个现场很多人进去了，嗯，而且都没有穿鞋套，统统踩烂了。那只剩下里面呢、啊？只剩下里面呢？就房间里面，房间里面呢？嗯，很遗憾的，当时踩鞋印的氛围还没有形成。 大家认为说血液没什么用嘛，因为认为最有用的就是指纹嘛。嗯，那那时候 DNA 还没有，那個血大家也觉得不太有用。唯一一件事可以用的，就只有指纹嘛嗯、那個。嗯，因为那时候指纹学发展的比较早。嗯，知道吧？说指纹是每一个人不同嘛，可以个化，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十个指头也不一样。但是呢，那时候的血液只能做到什么 A、B、O 型。哦，这样子而已。对啊，那个时候的时代的氛围，O 型百分之四十几。 那你 O 型，你抓到哪一个 O 型？O 型通通都是嫌犯，就变成这样。所以你觉得没它不太有用嘛？这鞋印，鞋印也是啊。你那鞋子只做你这一双嘛。哦，做几几百双、几千双啊？他怎么认人？对啊，怎么认这个鞋子去连到人？所以那时候一直认为说，哎呀，这些都没有用。所以那时候的氛围，踩鞋印还没有那么、那么、那么流行，那么扎实。对，所以呢，鞋印呢是有在主卧房有一些鞋印，但是很遗憾、啊、通通没有踩。 我看那个卷里面是没有很多鞋印，但是是有几个鞋印。嗯，那几个鞋印就牵扯到这个鞋印是进入人的破坏，因为还有那个进入的，比如说进入葬仪社的人，嗯，好，还有进入的一些拍照的建制人员，还有法医人员，嗯啊，他们如果这个鞋印进入的时候没有穿鞋套。 啊，是不是跟那个鞋印又混在一起了？是不是要排除？是不是要排除？那所以你那个鞋印当时有踩的话，你把所有到场的人，不管你到场进入主卧房的比较少，嗯，那你可以排除掉。外面的人多没有关系，你还是排除掉。如果可以排除掉这些人的鞋印，因为他这些人进入这些和后来，因为就是有四个嫌犯进入嘛，嗯，哦，那四个嫌犯进入以后，如果排除这个鞋子不是一种，排除以后哦是两种、三种、四种。 不就证明代表进入的人有几个人吗？嗯，最主要是进入的几个人到现在还是一个罗生门，了解到底是一个人干的还是两个人以上干的？好，如果排除这个鞋子不是一种，排除以后哦是两种、三种、四种。 不就证明代表进入的人有几个人吗？嗯，最主要是进入的几个人到现在还是一个罗生门，了解？到底是一个人干的还是两个人以上干？嗯、好，<對 S 1> 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有发现一些，在厨房还有发现一个菜刀了。那这个菜刀还有发现上面有毛发，对，跟这个好像头皮是不是？对，毛发这样的。他那个，因为我在强调也是现场。嗯嗯 我是看卷的，因为现场我没有去。嗯，当时呢，我有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这件毛发还有一点点的血水，嗯，是进入的远景他发现的，嗯，进入远景他就走啊，因为这是合合理的，因为你报案嘛，这报案不是第一个马上监视人员就去了，不可能，远景先到，远景先到嘛，那到了发生什么事情，一看，哇！ 两个人就死在房间里面，嗯，对吧？吧，然后就到现场，他就走着看看，这是对的。看了以后呢，就发现有一把刀插在那个厨房的刀架上面，是菜刀，菜刀上面勾了一件毛发，还有呢血水，哎，还还还还还在滴滴流，那表示呢这个刀上面呢很可能是凶刀。这把刀呢后来就列为。 在看他的时候就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凶器，是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个无名汉啊，死者这个丈夫，他的左手的无名指跟部分的头皮被削落，因为他他们几乎都被砍在头部嘛。对对，那现场其实是非常的惨烈了。这个照片我們去看没有错，看照片，我只是干单纯看照片，嗯嗯、就觉得非常的悲惨。对。 好，那当时这个命案几乎没有什么线索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当时的材到的东西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對>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有一枚写指纹，它好像是能够去辨识里面的内容。那时候指纹学已经成熟了嘛？指纹学据我所知道，好像那时候。 八十年，指纹电脑化刚开始。嗯，其实指纹最重要的就是电脑可以代替人力。嗯，我们的眼力要比很难。你说自己眼睛要去比，对呀，指纹哦，比指纹一张一张，因为一张上面还有十个指头，哎，你还要用這一这一个现场的指纹去比十个指头，啊，还有时候不是指纹哦，还是掌纹。 所以各位把手掌打开来看，你掌纹有多大？它是在东北角、西南角几点钟方向？哪一个区域？多累呀、啊！所以人这个时候真的看到眼睛，台语讲会 “tua 汤”啦。啊。可是呢，后来进入电脑的时候，你可以去睡觉啊，电脑会自动帮你找、啊，这多省事。可是那时候刚开始，好像还没有建制起来，所以呢，那时候也是真的是用人工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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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必须有涉嫌对象，不然的话你要比。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指纹库嘛，有资料库，但是还没有进入电脑嘛。那你必须一张一张去拿来几百万的，不是几十万的，那时候就几百万的。你怎么样比？所以一定要有特定的对象嘛，涉嫌的对象，抽那几十张甚至上百张，有空的时候一张一张比。那个指纹是这样比的。那个时候是比到了谁？透过什么样的东西去比？呃，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些特定对象，嗯，所以就从案发地的。 这个附近呢，开始先先比嘛，那比当然是以比有前科的，对不对？或者是说一些哦，可能附近哦有没有一些军人啊？嗯，因为那时候呢，你要只要当兵才有指纹档案。对，最大的问题是你小孩子没有指纹档案，女生没有建指纹档案，没有前科的没有建指纹档案。嗯、对。 所以呢，以住在附近有前科犯，或是呢住在附近在军营营区当兵的人开始比、嗯、这种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开始比。嗯、后来比呢，当然也有一些线索。哎，本来呢就是呃，后来呢就有个线索说，好像有有一个叫做王文忠，嗯哼，哦，王文忠的这么一个人，好像就住在对面的，住在那个哎，他是这样子。后来呢，发现呢，王文忠跟他的哥哥王文孝，嗯，他们呢父父母亲离婚，嗯。 离婚以后呢，然后呃，他们就那个王文忠就跟他哥哥，哥哥是跟着跟着那个爸爸，嗯,嗯，嗯、住在云林的地方，哦，虎尾了，好像云林虎尾嘛，嗯嗯、那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住，然后但是呢，王文孝呢，王文孝呢，后来到台北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借住到妈妈的地方，因为妈妈离婚之后改嫁，嗯，改嫁以后辗转就搬到。嗯嗯 凶宅的对门，嗯，所以王文忠呢，他们有时候就会住在，常常会住在那个地方。哦，等于是王文忠跟着妈妈一起住，那王文孝原本是云林人，对、欸哦，那可能王文孝还是会来找妈妈嘛，然后就跟这个呃弟弟，这个王文忠彼此有联络联络以后，對,对，然后就就两个就会就会在嗯凶宅的对门，嗯、就是妈妈啊这个就是的家庭的住的地方嘛。那后来警方呢比王文忠，可是一比。 好像不是他的，嗯，可是又想到说他有一个哥哥啊，是王文孝啊。有时候呢，因为后来查嘛，王文孝也会住在住在就是王文孝的妈妈的地方嘛。后来一比呢，赫然发现是王文孝的指纹。那那个那个血指纹当时好像印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那血指纹后来发现是在那个信封带上，嗯，信封带上血迹处。那比出来是王文孝之后，当然警方士气大振嘛，嗯，然后呢就，因为他后来发现。 王文孝是军人，嗯，军人那时候呢是军检，有军检跟军法，他属于军事管辖，是。所以呢，后来那时候就配合宪兵，然后呢到南部的地方，因为那个王文孝呢可能有前科，第二个素行不良，嗯，所以呢就被送到呢那个就是那个军方的一个等于是类似管训的单位叫明德班，是哦，因为王文孝是海军陆战队哦，海军陆陆战队的这个士兵。 然后呢？因为受尽不良，后来送明德管训班。那管训班就配合警方配合宪兵到那个地方去问王文孝。王文孝刚刚开始当然不承认嘛。嗯。可是后来警方都不承认，就刚刚我讲的。那为什么现场我找到你的血迹指纹？哇，那怎么讲呢？他傻眼了。嗯。后来呢，一查才知道，原来他到北台北的时候，常常就会住在凶宅对门妈妈的地方，是这样子扯上关系。所以呢，指纹一出现以后是。 一直到王文孝被枪决，全部他就赖不掉，全部承认。嗯，那他一开始被抓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一开始当然被抓的时候，他你没有证据，他不会承认嘛。嗯、后来呢，一承认之后呢，刚开始他一直承认是一个人干的。嗯。刚开始一直承认一个人干。的、嗯、<哼>可是后来呢，他又改口。又翻供了。又翻供，因为呢，嗯、这个案子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包含了。 这个王文孝指认的一些共犯呢，他们的说辞常常随着这个这个警方办案的这个进度啊等等就翻来翻去翻来翻。这个第一个是最难的，嗯，这也是呢我们见识呢，如果你见识做得好的话，是其实呢很多东西到底很，我刚刚讲过到底几个人干的，嗯哼，刀子，法医刀子，几种刀，对不对？如果可以研判啊，第二个呢现场有几个。 不同外来的脚印，嗯，当然一定要排除现场破坏的人的嘛。嗯，另外呢，现场有几个外来的指纹，对不对？那后来呢，如果假设了下体有采证，可能就下体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点。简单讲，你要从证据证明他们讲的对不对，几个人作案的过程，嗯，等等。当然后来还要加上那个血迹形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种概念，因为我刚好也是研究血迹形态是的专业嘛，所以你血迹形态在那个时候有加入的话，他作案的动作过程知识高度都可以推论出来。好，我们现在先跟听众讲一下这个王文萧他初步怎么说。他说在。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号凌晨两点多，他因为积欠赌债的关系，这种电动玩具赌债了。他一个人呢从顶家进到他们的住处里面哦，就是这个被害人住处里面，然后先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然后去找财物，找不这个时候呢就惊醒了吴明汉跟他的妻子哦，那他先惊醒了吴明汉，他心慌呢就拿菜刀把吴明汉给砍死，这个时候叶英南也醒来了，他又把。 夜行男的乱刀砍死，他不知道砍了几刀了，哦，直到两个人倒地为止。后来呢，他就去复制、就是、衣柜找财物了，然后总共找到了六张千元钞，然后之后呢就回到了他的住家，是他的初步自白。对，好，但后面呢，嗯，他就翻供了。我念一下当时的新闻的一些一个片段好了。好，警方就怀疑一个人怎么砍杀夫妇两人七十九刀之多，经过细节分析，先知组。 不断侦讯，终于突破了王文孝新房，他供出了另四名嫌犯，分别是苏建和、刘炳郎、庄林勋以及王文孝的弟弟王文忠。西子分局今日逮捕了四名共犯。依据嫌犯的供称，他们五个人先由王文孝潜进了吴明翰家中，再通知其他人上楼行抢。他们先用刀控制被害人吴明翰，再搜刮财物，然后临时起意性侵了叶银兰。 这个时候，吴明翰在旁苦苦哀求，王文孝等人呢便将吴明翰砍伤，命令他说不准出声，再轮流性侵被害人。由于担心呢吴明翰夫妇指认他们，王文孝一伙人便持刀砍杀被害人七十九刀。细指双尸命案呢悬宕了五个多月，七指分局终于逮捕了所有嫌犯，将他们依照强奸、杀人、强盗等罪移送市林地检署侦办。呃。 那个时候是强奸，但我们现在已经改名为性侵。对，为了尊重这个这个被害人了、啊、好，那这个其实当时啊，这样的一个翻供，如果他刚刚还还有印象，我们第一版自白的话，你会发现说跟后面新闻报道差了非常多。哦，从他一个人坦坦承犯案，后来牵扯到了另外四个，包含他弟弟弟都进来了。哦，然后还说有这个性侵的东西，当时新闻就是整个翻翻供翻的非常多了。那。 呃，阿、啊、帅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些人好了，好不好？包含这个王文忠哦，王文孝，然后包含这个苏建和，他们彼此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其实呢，那个主要呢，像里面呢，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王文孝、嗯、他其实不认识他们，嗯，主要是弟弟呢，有一些是弟弟的同学。 王文忠的王文忠的同学，嗯，那同学呢？刚开始呢，这个王文孝讲了，原本承认是一个人干的，对。可是后来呢，他才讲出说，哦，这个里面，哦，还有一个，哦，原本呢，还有一个叫做那个洛开。这个里面，哦，还有一个，哦，原本呢，还有一个叫做那个洛开，嗯哼，对不对？洛开还有一个黑仔。 哎，O A，还有一个黑点，我第二美，第二美，嗯，当然只知道绰号。那绰号以后呢？后来就去问那个，后来警方呢就去问王文忠，说我不知道名字，去问王文忠。对，问，那你就问王文忠嘛，对不對,对？他他朋友，对，他他朋友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人的相关背景。然后，首先是这个苏建和，他其实，在当时是家中在开便当店的，对哦、喔，那其实他<對>呃，就是在家里面帮忙啦。哦，那当时其实他已经十九岁了。 哦，然后包含刘炳郎、庄林勋也都十九岁，哦，那王文孝二十二岁，那他的弟弟王文忠呢是二十岁，哦，那而他王文王文忠呢是王文孝同母异父的弟弟，哦，那后来就搬到了细致嘛，搬到了熊宅对面这个案发点对面，哦，那刘苏建和呢跟刘炳郎都是王文忠的国中同学，哦，那一个是细致人，一个是基隆人这样子，那尤其刘炳郎他其实功课蛮好的。 对，他是成功中学的。哦，成功中学，成功中学很好啊，那时候分数很高，是不是？对，那时候分成功中学要进入，分数很高。对他那时候好像因为考的不好，考的不好，他后来，呃，等于是家人给他缴补习费，他去补习。哦，那补习呢？至于说案发当时呢，他有没有在场？ 是，等等，这些就变成一个罗生门。对，因为最后警方从那个王文孝讲出哈什、嗯、么洛开、欧二美、欧 a 等等，然后再去问王文忠，王文忠供出这些人之后，警方就开始把这些人找了，全部都逮捕了，都逮捕了，逮捕了以后呢，当然要证明你有没有参与这个案子，对，然后呢再证明你当时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你到底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嗯？好，那那个时候其实王文绍就翻供咬了四个人哦。那我们一开始有讲到什么乐开、欧吊美、欧 A 嘛？这个其实是 <對 S 2> 呃，一开始王文绍是说有王文忠犯案，他一开始就第一版就明确的讲出了王文忠，<對 S 2> 后来还说有什么谢广惠、欧、哦、吊 <對 S 2> 美跟欧 A，后来谢广惠就谢广惠没有这个人啊，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这个人。哎、嗯欸，后来这谢广惠就变成乐开，对、哦，那。 偷啊！乐咖 O m O V 后面又又去问王文中之后，才说哎、欸，后来就拼凑出总共有这个四个人犯案啦、啊。<對>好，那也都全部的把他们就逮捕回来了。那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嗯，好，这个案子啊，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他有<對>有六千块，有六千元。<對>他当时一开始说的他偷了六千元，哦，那这个案子唯一的赃款呢，是在庄林勋家里面找到的二十四块钱硬币。 好，那有一枚十块，两枚五块，还有四枚一块。这个是张张立军他在自白书里面向警方说他的赃款，哦，他自己说的，他的赃款、开山刀、还有翻人用开山刀，还有血衣，嗯，都藏在自己家里面这种呃衣柜的后墙缝里面。好，那当时民警也去里面找，却只找到了，把他这个后墙缝给踹开，却只找到了二十四块钱硬币。当时就把这二十四块钱硬币认为说他是花剩的，把拿回来了。哦，那。 当时这个硬币，我们看卷有有什么样的机证吗？呃，因为我刚刚讲过呢，硬币我没有看到，嗯嗯、我是看到卷里面。对，那卷里面呢，所显示的硬币没有特别的记录，也没有好像有检验啊，检验、嗯、好面没有特别什么血迹反应、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从逻辑上来思考是。 你家里面有时候那个柜子后面啊，等等，偶尔了，有一些人有人习惯，嗯,嗯，知道吧？比如说有时候呢，没有存钱筒，有时候零钱就往那个夹缝嘣丢下去、欸，丢久了以后呢，我就是收起来，就跟那个那个呃存钱筒那个杀猪工的感觉，对，猪工一样嘛，就往那个缝去丢。那或者有时候你这个有时候这个钱硬币滚到里面去，难免会找到哦一些硬币，所以这个硬币第一个。 当时警方呢应该有检验，因为我卷里面呢没有看到很特别，他就是呃检验呢没有特别，如果有血迹反应，他们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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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来。一定，那就去比对的话，对，可以认对，但是那时候只能比到 A、B、O 型，嗯哼，A 型、B 型、O 型。我刚刚讲 O 型的。 相同概率百分之四十几啊？那你怎么就证明它？<麼>这第一个，<對 S 1> 第二个，你说二十四块，你如何认定它是赃款花剩的？那你是不是要去问说，哦，哪个地方花了多少钱？哪个地方卖又花了多少钱？对，应该把他们的路路径哦，花钱的过程去查清楚。而不能说主观认定这二十四块就是你抢来花剩下的那这个那时候的氛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案子讲在，这二十四块硬币要。 扯到说就是你赃款花胜所有，我觉得是有一点。嗯、但那那,那是他自己说的，那个时候自白书里面他说他的那个墙缝里面有有他的赃款，对，而且还有说那个凶刀跟血衣在里面，他们就去找啊，凶刀凶凶刀血衣没有找到、啊，对，就没找到。坏的啊，二四块事，为什么他会讲呢？ 那背后就是以前我们称为科学办案哦，这以前的科学办案叫对，是就是可能對對對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再再细谈一下什么叫科学办案。对，我们后面再跟大家细聊。那呃，其实王文绍后来呢，他在当时被带到现场进行这个，当时称为模拟表演啊，现场表演。对，现在我们称为模拟。哦，那做完这个模拟之后，他就被。 八月十六号，因为当时他被逮捕的时候，已经隔了大概三四个月过去了。对哦，案发案发是在我看一下二三月嘛，我看一下，哦、案发在三月三月哦。那他后来被逮捕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多了啦。哦，那他八月十六号晚间八点就被抓的第二天就被送到宪兵队。对，但这个时候他一开始的自白都没有讲到性侵哦。哦，那他这被送到宪兵队之后的那一天。 这时候他们的自白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我们简短练一下。哦，那个时候刘炳南跟庄林勋哦，在同一天的凌晨，他们的的四点，他们的自白就开始讲到是王文孝先性侵了叶银兰。而且把犯案人数呢就变成了五个人。我还有说是王文孝、苏建和杀人，后来自白又在改变，变成说是四个人轮流性侵杀人，然后王文忠把风。那性侵之后呢，为了掩饰犯情呢，还想到说啊，要把这个叶银兰的衣服给他换过。 这样子，哎，为什么会有换过这一趴？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因为呢，他们就是说性侵，嗯，他们基本的概念会想说啊，性侵会不会基因会留下来？嗯，留下来，那衣服呢，我就要毁灭，把基证毁灭掉，对对对，所以呢，帮他换过衣服，嗯。但是我鉴定的那时候，后来鉴定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衣服有没有换。简单讲，如果你今天被杀了以后，是你被杀当时穿的衣服没有换的血迹形态。 嗯，跟你呢杀了以后血流了，我再把这个血衣换过的血迹形态、嗯、<哼>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可是最主要，当当时他们就是要毁灭掉他们性侵、轮奸的这个机站。好，其中它有很重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呃，叶银兰跟这个死者吴明和他们的儿子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公词。这个公词是讲说，嗯、呃，他当天晚上有印象说，叶银兰妈妈起来的时候呢是穿着。 呃，另外一套衣服。可是他呃，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说，哎、欸，他怎么原本是穿着睡袍？<對>他以前叫他起来帮换奶喂奶的时候是穿睡袍，<對>后来看他死的时候，哎、欸，变成睡衣睡裤了，觉得不一样，所以觉得他有有换过衣服。那个时候是他五岁的儿子讲的。那哎、欸、是五岁吗？应该是五岁。我看一下，确认一下，五岁六岁哦，六岁六岁的儿子讲的。那这一段证词也让会让警方觉得说，哦。 有换过衣服，就会去有很多联想哦。那当当时加上这个呃，他们的这公辞里面也有讲到说，确实有去换过衣服嘛，哈。但但那感觉一切就对得起来了。哦，可是那个时候警方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有有了这个自白嘛，对然后就去就去就去，后来就见报了，有有有轮奸的这个东西呃，轮流性侵这个东西，好，那就问了王文孝，王文孝就说，哎，我。 他他他也很惊讶，他说：“哎、嗯欸，我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性侵叶迎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然后登在报纸上。”警方后来有就借题的王文绍要去确认轮流性侵的真假，但后来王文绍就是也说了，他他也说了一版完整的自白，到底为什么整个人会犯案犯案？好，他说的这个自白，呃，基本上这一这一段自白呢，也构成了后续整个审判的一个骨干。那我现在先。 讲一下当时这个自白的内容。他说：“八十年三月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哦，五个人先乘坐两台摩托车到溪址镇的水源路迪斯奈游乐园打撞球。后来凌晨三点多了之后呢，一起回到王文忠的住处楼下。他自己因为缺钱呢，向王文忠要，但王文忠说他没有钱。其他人也说他们也缺钱啊，所以王文孝就提议用非法手段，并建议呢下手对象，也就是对面住的这个无明汉哦夫妇。” 我们要准备好开山刀，交给苏建和，然后把水果刀交给刘炳南，警棍交给庄林勋。之后呢，由顶楼侵入了吴明翰的夫妇家中哦、喔，那并且拿了一把菜刀，然后放其他人，其他三个人进去，由吴王王文忠留在四楼哦、喔、来把风。王文忠后来去楼下把风，然后四个人先在客厅的神坛搜东西，但找不到东西，于是进入主卧室里面。 当时王文孝说，他跟苏建和一起压住吴明汉，然后由庄林勋呢用水果刀压住妻子叶银兰，然后刘炳郎去搜刮财物，获得现金六千余元跟金戒指四枚。后来看到叶女长得不错，于是由苏建和开山刀压住吴明汉。王文胜描述呢，他就讲把菜刀交给庄林勋，由庄林勋抓住叶银兰的手，然后他在床下性侵。这个时候，吴明汉出生了。 所以王文孝起身拿菜刀砍吴明汉，然后继续性侵。之后由刘炳南接续性侵的时候，是王文孝抓住叶银男的手；庄林勋性侵的时候，是由刘炳南抓住叶银男的手，直到。 苏建和性侵的时候呢，大家也一起性侵。在夫妇死之后呢，刘炳郎、庄林勋、苏建和在浴室洗澡，并且清洗血衣。后来王文孝在房内擦拭血迹跟指纹，也是因为这样子，现场才没有踩到很多的血迹跟指纹，并将菜刀清洗之后放在刀架上。我们是要等到其他三个人都清洗完毕之后，才进入到浴室里面清洗。之后。 大家回到楼下分赃，除了王文孝之外，每个人得到一千块。苏建和呢，把开箱那个水果刀想办法去丢掉。血衣呢，也是由大家各自处理掉。后来，王文孝他在高雄呢典当了两枚戒指，然后也在台北了典当了两枚戒指。戒指部分呢，后来警方确实有在台北的两家当铺里面找到两枚金戒指哦，并得到王文孝这个典当记录，所以基本上能够确认典当戒指这东西是确认的。好，上面的。 是王文孝后来呃的讲的他的自白，这个自白也构成了后续办案呃仅仅在办案，包含后续审判的一个重要的骨架。好，啊，这是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些这些自白内容，你觉得跟我们后续看这个现场的急诊能多了起来吗？